有。有吗？不是美好的吗？你给我能做啥子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喊你拿药给我擦腰杆。盘点别人家有趣的媳妇。你刚拍我哪？干嘛？你再拍我一下。不是你不是不愿意吗？哎，我腰不好，哥，你再拍拍嘛。你傻，腰不舒服。干嘛？你想吃西瓜？这么大咱吃不了啊。哎呦！快点儿！你拍我拍。哎，人很多，你回家了。哎呦，人多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人家只是想让你把手放在你该放的地方。好看吗？在家一眼都不看，出来叮咣一顿宠啊！我说你咋不看呢？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都不值。哎，你不好摁吗？我给你啊，美女不用了。啊！我操！哎，这哎，等会儿，哎我操，老疼了！我给你摁。快吃饭了。嗯，好。你要起来。吃饭还是真的吗？你把创意摇下来、哦、把创意摇下来，人才啊。你是不是出轨了？我怎么出轨了？我孩子都一岁多了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一岁多一岁多呗。你是休班不是辞职，知道不？你天天搁这屋睡啊，在这儿等我呢。赶紧和我上这屋睡。我不去。啥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辞职了。啊？辞不了职，快点、啊！我辞职了，哎，我已经辞职了，哎。哎。哎老公，你看我新买的枕头好看吗？老公，你别走，我想窒息。哎，老公。嗯。你爱不爱我？哎呀。你要是有一万块钱，愿不愿意给我？给你啊，肯定给你。那要是有十万呢？嗯，给你，都给你。那要是50万呢？你放我裤衩子了？你还我，你还我，我就58，你还我。没有。你摸摸，摸光滑吗？嗯，光滑呀、啊。你有项链吗？没有啊，哪有项链啊？那你换啊！我自己不太好换，那换一个。真换啊？嗯，别人媳妇都有，我没有，我换一个，多磕碜的没有。嗯，谁换了？咋不换呢？这显得你画画水平还高。怎么了？买一个吧。买一个？买一个吧。别买了，买多贵呀！来换。哎呦我操！买一个，走，现在去，现在去，现在买。嗯老公，你去把窗帘拉一下，把灯调暗。哎呀，才9点钟，睡啥觉呀？太早了吧？不是，我买了一件 cosplay 的衣服嘛。啊 ，cosplay？ 要 cos 啥呀？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快去换，快去换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好看吗？看来老公很喜欢，都缩到墙角了，害羞的嘞。